欢迎进到您的房间，这间是皇室套房。旅行未必只能够换个地方睡觉，换的颜色啊，多数是金黄色。当年呢，这一个区啊，有很多麻风病人。我们的味蕾也游走于泰国、日本、四川和湖南。随着飘香飞行鱼，我哋用廿几种嘅香料。趁一切还来得及 ，Shop 带爸妈去旅行。星期日晚9:30 ，SOAC 及 SOGO。